信义乡农会因为马拉松将知名度拍出去了后，为了要回馈消费者，尾仔棒工厂是特别设计了好看又喜气的红包袋啊。自2009年开始，一直到今年，每年拢会免费来送给民众。而这个真有设计感的红包袋啊，也成为吸引消费者每年在过年前来到尾仔棒工厂收集的纪念品。尾仔棒工厂的创意除了发挥伫个产品顶面，伊每年免费发送的红包袋啊，也同款非常有创意甲设计感。顶面的文字甲图样是纪念每一年所发生的大代志。跟那个魏德圣导演在2009年的时候合作一部电影叫《海角七号》，他这一款呢是因为他就是票房就是破了5.7亿，我们推出了一个精装版。就是希望呢，来到这里游客有很多惊喜跟不一样的发现。就是2011年一起坚持到底，然后这个呢是2010年推出的台湾守护梅，那它是我们的守护神阿弥顿变形金刚。那我手上的是2013、2014年的红包袋，那勇气跟卡弄就是这两个是分别我们跟电影合作的推出的红包袋。那中间这个台湾没事呢，2013年我们就是希望台湾可以很顺利平安，然后都没事这样。我手上拿的是2015以及2016年的红包袋，那因为我们都希望来梅子梦工厂的每位游客都可以欢喜又幸福的度过每一年。今年2017年的一个红包袋的主题就是熊爱坐火来过年，让我们游客来到现场采购过年的伴手礼的话，都可以拿到这个非常讨喜的一个熊爱坐火过新年来过年的一个红包袋。除了好看有特色、真实行的风格，有几年红包袋啊，阁邀请到知名的数位大师来替因挥毫创作，让红包袋啊充满艺术价值以外，也更加有收藏意义。邀请到我们前县长林元朗县长，还有我们书画大师，我们南投县今年的书画大师，我们的李古摩大师，还有王显正大师的这三位我们的前辈，来帮我们梅子梦工厂的红包做一个现场挥毫的一个我们的作业，这样，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前辈。2009年到今，梅仔棒工厂的红包袋啊，各有特色，无意中成为了一种收藏品。今年梅仔棒工厂免费赠送红包袋啊，就行可爱时尚风，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收集。恭喜发财，来拿红包！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